恒生指数开盘涨 0.02%， 中国恒大跌超 10%， 恒大物业跌超 8%。 凤凰网财经讯，10月21日，香港恒生指数开盘涨 0.02%， 中国恒大跌超 10%， 恒大物业跌超 8%。 中国恒大公告此前披露的出售恒大物业股份的相关协议解除。10月13日买方发出买方通知，要求卖方按照该协议履行其责任，同时保留买方的所有法律权利，包括其在该协议项下的权利。和生创展集团在公告中称，公司即将刊发的公告涉及同意收购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股份。